五日，谢娜在微博晒出一张牵手照，并配文称：“我和我求恩聊不完的话，不想睡觉啦。”照片中，两人均未露脸出镜，只有两只手掌紧握，让人一头雾水。不过，娜姐在微博点名求恩，也让人恍然大悟，原来是与陈乔恩深夜热聊。粉丝们也纷纷评论道：“恩娜友谊长存呐，真羡慕娜姐跟乔恩的友谊，祝你俩友谊长存，你开心就好啦，晚安，早点睡啦。”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